么？哦，就是集体化妆师。啊！假托尼是健美教练。哇！全国第一名。啊，对。叫健美小姐是不是？对，可爱的外表下，蕴藏着一身好功夫。哦，他会轻功水上漂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对啊，运气。摸他视角。啊！哇！注定他是何方神圣，竟然能集美玉与功夫于一身呐、啊！我不是呀！哇，集合喽！2006年最大的一件事情 Channel V 就是什么？音乐风暴演唱会。好啦，12月9号在哪里？中山足球场。中山足球场，为什么讲到足球场要抬腿？球球啊，射门啊。哇，真的是寒风咻咻鬼，真的扫过的感觉。好啦，讲一下一个很特别的活动，这种那个要用脑力的东西就交给荣嘉来讲。就是大家如果要参加的话，只要集 Latte 的瓶盖红白绿各一个，然后就可以换一张入场券。容易票都不用买，三颗瓶盖就可以换哦。哇，很大手笔。说到职场工作这件事情，我好喜欢这样子，随便乱下一个地理老师就好了。而且跟前面都没什么关系，对，没有任何关联。重点就是呢，工作中，因为每个人都要工作嘛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有些职业，你都比较会想到是男生做的。对，而且甚至我觉得好像连那种厨师啊，一般觉得主办是女生，可是好像大厨都是男生。哦，比如说你们有没有对什么职业很好奇的？就是，哎呦，我觉得法医吧，就是那种验尸的，因为之前有看过，就是一个节目啊，就是一个很正的女生在帮洗尸体啊，然后干嘛？哦，女生当法医，那个很恐怖，哦，酷的不得了。那你们有做过什么奇怪的行业吗？虎牙，我到工地上过班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样的内容？就是搬水泥啊，不然就是铲那个土。我也有我也在工地打过工，对，一天就是做那个升降梯，坐在10层楼高吧，他们钻墙壁。哇！然后钻全部脸都灰。所以他们工作很辛苦哈。对，很辛苦。而且我当过那种煮面的。煮面的拉面，有没有常被烫伤？有，而且我还烫过客人。什么意思？然后就被开除。真的假的？我很难想象你这张脸煮面的感觉，而且要 breaking， 帽子都戴不进去啊，耳朵都卡住了。对呀，整个卡住的感觉。还有没有？阿伟，我当过台湾水电工。
身高限制吗？没有，因为那个有梯子，所以没有身高限制。哦，真正的水电工。对，也就是类似这样攻读打工一下这样子。真的，所以修那些类似那种马桶啊，对啊，我还做过，觉得最就是去做水电工嘛，然后最特别就是帮人家挖粪坑。哇，那么特别的，我会装马桶哦。阿伟，你果然是潜力无穷。下一次大家如果马桶不通，搞不好他就会现身在你家哦。看到这些都是女孩，哇，而且很特别的行业，特别的行业，而且她们都漂亮，漂亮，是不是？来，我们一个一个给她们请出来，然后你们来猜猜看她们是做什么行业的，好不好？好。首先欢迎第一位，叫做是君君。大家好，我叫君君，今年几岁？18。18岁，好记得哦。成年呢？对。第一本举手猜猜看，这位女孩她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威廉，我觉得是那种在夜店的调酒师。调酒师，十五岁就出来夜店混了。太烂，很早熟哦。就是这样泡沫红茶。哦，也是摇摇，干嘛？他魅力很，感觉很强吗？我觉得这个工作是我们大家以后可能都会遇到他的。啊？哦？怎么了？你这个介绍，该不会算是另类了？来，我们再给我们公布一下他是干什么的？就是集体化妆师。啊！假的。你相信年仅18岁的君君是位集体化妆师吗？我说去呀！美女的种种优质，让现场几乎暴动。我说去呀！你再给我们公布一下是干什么？就是集体化妆师。啊！假的，来，出来！大家都遇到他。对。好，中肯的介绍，请问一下，你的工作真的是遗体化妆师吗？真的。如果你还不相信，就让你看看君君工作时的模样吧。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年仅18岁的君君平时工作的样子，他正在替一位网生者化着妆。一定和我一样纳闷，如此形容可爱的少女，为何会选择如此沉重还有心理素质要很强的职业呢？一起回到棚内了解一下好了。我是而且从15岁就开始化。对，15岁就开始碰这些东西。哇、wow, ，对，是为什么？家里从事这个行业。你们做这个工作是需要考试还是？要。哦，什么？化妆的话，你要有个化妆的证照。你说，比如说像什么丙级呀、啊？没有，那种就遗体化妆师的证照。哦，那怎么考呢？就报名上课嘛，然后就学习化妆啊。就有时候都是要化在谁的身上？往生者啊，他会去监视看啊。哦，对，然后有时候考试比也要考笔试啊。所以你们这行算是竞争很激烈哦，还蛮激烈的很。真的，一年级都蛮多的。请问一下有男朋友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哦，因为做这个。不是啊，说真的，说真的，你做这个工作应该不是很容易跟外面的人接触。不会呢，可是男生追求多，都跟里面的人接触。真的、啊？那他们是什么样的管道可以认识到你呢？我的意思是说。就是你知道你怎么接触到平常人呢？就是为什么？就同学朋友都有一半半介绍，然后就大家都了解这样子，就一半就认识这样子。有没有人男生听到你是这个工作吓跑的？没有哎、欸，可是他们都很惊讶，就一直问，一直问，就像我这样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一直问问，对，就一直靠近，然后一直问。张曼姐，哦，谁谁？我想请问他，开始很踊跃，他认识有没有打折？有吧，一定有啊，有啊，还有打折的都私分吗？像上一次朋友过世吧，然后就都给他算个打折吧，不然就是免费啊，讲得很清楚。堂主，如果你画那个尸体的，就是大体的时候，然后如果对方他的那个眼睛啊没有盖起来，你会不会觉得很恐怖？你要跟他讲话，就跟他说，嗯，他某某某，
然后我是化妆师，然后我来帮你化妆，然后你眼睛慢慢的合起来。那画睫毛膏的时候，我需要叫他往下看吗？没有画睫毛。好敢问人家，你很少画睫毛膏哎、哦，不会画睫毛膏的，很少，除非年轻人，那个年轻的女孩子，我们会贴那个假睫毛。哦，那以后可以帮我画一下，我想要。你怪怪的，你现在先帮以后记录就对了。来来来，我们今天有带来给我们大开眼界一下哦。哇哦，先来看看你的执照。哦，有。服务资格检验合格证书哦，这是殡葬业的哦，殡葬业的资格，就是算一算那种。嗯，民国77年是真的是18，好小哦，好小。哦，可能是啊，还有你们化妆的时候要别的这个就对了，就进去殡仪馆要一个证照，对不对？了解，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，所谓的这个是寿服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寿服的话有分，我今天男的是那个男生的。哦，就是西装，嗯，这是寿衣，就年龄比较多的吧。嗯，哎，啊，这是比较年轻的。是不是只有这两款啊？如果像个人喜好的，会不会有些人穿 hip hop 或 old school， 像敖犬有没有？你又可以准备 old school 的给他。hip hop 的话是自己年那个比较年轻的吧，像你们十几岁啊，年轻人要穿自己的衣服的话就可以。你讲话很老成呢，你这样讲好像你不是十几岁的年轻人。听说有很多小开在追他，是吗？哦，真的假的？他有看棒棒糖吗？有啊。他是想要问你一下说，说就是比较除了威廉以外，其他人你觉得应该你觉得第一印象还不错？我想积点功德。你把打才积功德你。刚开始看到电视第一次印象应该算是敖犬吧，可是。很优秀哈，真的吼、哦，敖犬真的是吸收特好。帮我画好看一点吗？每个人都这样讲，真的假的？很多朋友都这样讲啊。说什么？就说以后要帮我画漂亮一点啊。我说好，今天就是非常谢谢你了，好不好？嗯、因为这个你这个部分比较没有办法说是用示范的，所以就是对啊，就谢谢你，你的工作真的很特别，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样子。好、嗯，来这边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下一位啦，这个厉害了，这一位马上把他给请出来。 Rebecca， 欢迎。我觉得他很像卖那种饰品的老板娘吧，那种。哦，你是凭他这个单边大？对，没错，超大。现在才21哦。21你是说腰围21吗？胸部应该有差不多35。整个 feel， 哇、哦，什么啊？太夸张了！小玉，小玉。女大兵吧，女大兵是什么？她今天穿那个，你说刚下班迷彩裤的，从事国军行业。她好白，而且她眼睛好电哦，有没有？对，好来荣家帮我们登记一下这位美女，她其实从事是美食顾问。哇，顾问啦，所以才会写那个美食专栏，然后。到现在设计过几道菜，想出来吓唬他们，大概800道菜。哇，有没有800道菜？超厉害的，就中西样样，什么事都可以吗？因为我通常是就是混合，比如说日式加西式这样子，就是不是说很专门很传统的料理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是正面朝我们观众了，他们没有办法深刻体验，所以来 come some up music 给我们做一段秀的感觉。这是美食不误，是真的好不好？面一名哦，哇塞，有没有？好，天哪！这样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